站好了，现在是这样的。然后现在的克重也正好。29.35，29.114。然后现在一分钟是200下。调参数就调这个，这个调几足肌快慢，这个是调皮带的，然后这个是一分钟调多少下，然后这里面的话就调这个皮带的，这个皮带的快慢就是它来调，它来调，现在就这样。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克重，29.1，29.35，29.3，29.31，29.28，29.18，29.35，29.5估计，29.3，29.5，克重现在是很准的，29.4，29.4，我把这一溜都称完就可以了。29.4，29.2，29.4，29.6，29.3，29.3，29.1，29.1，29.0，好，这样可以的，克重都很准。